OK，今天是8月20号开始今天的实盘分享。今天盖莱欧这边还有7938刀。这个其实刚刚2个小时前还有8200刀的，这个是老鼠，这个仓位没有变化。OKR 这边有2476，Web3钱包这边有3134。这个我现在目前能控制的就是这些。晚上这会儿就是比特币来了一波疯狂的下跌。白天去是有拉到6万1，然后今天晚上又来了一波下跌。除了盘面以外，就是最近的一些新币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比较好的一些项目。需要去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，分型比特币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大家去用 UNSET 的那个钱包可以去用一下，就是这个钱包，可以去多搞一些号去看一下，到底会不会给相应的空投，就去用一下。主要是目前，我看到有一个统计，大家对于空投的一些预期来说，最看好的反而还是比特币的生态，其次才是以太坊的生态，所以这个分型比特币毕竟是 UNSS 这个项目方去做的，大家可以去撸一下这个项目，可以去多搞一些号嘛，毕竟在比特币链上去做那个女巫的一些检测会比较少，所以有必要的话大家可以去弄一下。OK，因为没有太多的一些行情，所以就只能说到这些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财富，